哪里对了？我的电子刊升级计划不能再拖了，一定要尽快落实。我跟你说，月星周，你跟我说电子刊，你有点正常女人的爱恨情仇、七情六欲，行不行？这么不解风情，怎么搞定实验呢？搞不定它，哪有你的那个什么电子刊呀？所以你对实验上点心好不好？电子刊要做，实验也要搞定。好，那你加油。 好，那我们半个小时后见。老范，我先不回公司，去锦霄大厦。好的，石总。来接我，想你了。 不然呢？那倒是。陈总住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是不是挺忙的？年底了，有发布会，还有跟关市的合作，你们应该都很忙。你找他有事啊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关心他一下。我给他发微信好了。